OK， 大家好。其实我活了2多年，我还有隐藏的身份没有告诉大家，那是什么呢？我是一名意念大师，我将用我的意念把这个瓶子抬起抬高。见证的时日就要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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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起来了！老子完成了！